干嘛？是给我们师傅啊。你眼睛怎么搞的？下面怎么肿了？没有没有。哥姐们，阿敏下面是不是肿了？没有啊。你看眼睛下面肿了，哥姐们，你们看，你昨天晚上干啥了？没干啥呀。是不是肿了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来了一群人。哇塞！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哦、哎，你们好。不是你老儿子有吗？啊？说什么？不是你不了，这辈子不是这么肿，就是我们是个山坡嘛，所以就飞下来了。那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早点过来呀。不是，我本来是我打电话给你，然后我们一块开车去的，然后他们自己飞下来了。对，下次就不要送过来了，送过来太辛苦了。你看这走路都要走断，下次留个联系方式，咱们直接开车去收嘛。我哥是几多？兄弟们，哥们。他说什么？他们说就是有一段路是开车的话开不上去。哦，有一段路开车开不上去啊。哎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坐，阿敏，每个人给他拿点饮料喝好。嗯，好。每个人给去快。你下次你给我打个电话，他们不能让他们等我们，等我，你等我干啥？你直接打个电话我就来了。哦，我以为你还没有起来呢。怎么可能？我的个妈！哥姐们，咱们一起戳戳屏幕，点点赞哈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哎呦，辛苦了辛苦了哈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坐。哇塞，我给哥姐们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哈。我的羊肚菌，想不想要哥姐们？哇塞，这羊肚菌太好了，真的。你看我们的羊肚菌个头都是比较小，他们在山上采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贝母。哇，这记起来了，看不到。要不这样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把你们的那个东西打开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哇，喝啤酒啊。可以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把你们的东西打开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。哥姐们，咱们等一下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啊。你下次他们要来的话你跟我说。不是你昨天去受伤过吗？然后嗯，没事，不能让他们等我，知道吧？来，你们直接拿下来打开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吧。哇，这小香菇哎！哇，可以，打开，直接把袋子，你们都一起打开。对，把你们的自己的袋子的打开，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好的，这么看铅笔啊？打开嘛！哇，师傅！我的个，哥姐们都认识，这个大家都认识吧？认识的咱们打个认识，石斛，这个都是在山上。悬崖上面才能采得到。哇，你看，那这个还没，这个根子还没有弄掉。哇塞，师傅挺好的啊。等一下，哥姐们，那这个不行，就先给大家录。师傅是谁的？师傅是个娘娘的。娘娘。哎。这个师傅是你的？这样的啊，他听不懂。哥姐们想不想要师傅？我的嘞。我的是，这都直接被他穿上了，我不想他先穿上那个了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其实这个师傅哈，你看我说了到现在货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山上的还是大盆里面的。他们想过来忽悠我是忽悠不住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的石斛的颜色每一个都不一样。老板，你们仔细看，就是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因为这才是山上的，知道吧？自然晒干，这肯定是自然晒干的。你们打开，都打开，我看有什么好东西。我看有没有咱们前面没有卖过的。哦，一个一个的来啊。一个一个来。看到了直播。你是不是老板？背了个包。拿来装钱的。准备过来装钱的是吧？可以。你看啊。哇，三七。哇，三七。三七。羊肚菌。羊肚菌。嗯。这个在哪里挖的？啊，通山，我听不懂。山上的石头很多。山上。哦，山上挖的。再我看下面还有啥？我指个下看。看看。哎呦，我的妈！都你们都可以先解开。看看这里啥？哎呦，还有牙，你真厉害！你就是个笨蛋。找个刀。割开一下吧，是用刀吧，不然去不掉。用刀干嘛？你看我啊，三二。哟，阿米厉害。三。大家觉得阿米厉害的，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厉害。二一，哎呦。你真棒。0.9，0.8。你真棒。你哇，三黄。哦，这是三黄。哇。哥姐们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哈，大家有知道三黄功效的，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哇塞，这绝对是好东西啊！
这个这个都有八年，像这么大的都有七八年了，这么大的。我靠，今天的个头有点大哎。啊，哇，今天的桑黄好，今天的桑黄绝对好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我看啊，这桃胶。这是啊，这是雪燕。我看这个下面是吧？哥姐们，我看到了，给你们看一个你们绝对没有见过的，你们绝对绝对没有见过的东西。你如果见过，来解开。打开，把这个也打开。你绝对连见都没见过这个里面的东西。哥姐们，知道这是啥不？打在公屏上面，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哈，不知道的咱们打上不知道。这个耳朵。很多人说是百合，不是的，百合，这不是百合，猫耳朵，白蚁，不是的，到现在一个说对的都没有，木耳，一个说对的都没有，说都说是百合，不是的，哥姐们，这个不是百合，是啥意思？这个叫白玉木耳，白色的木耳，这个货特别少，特别的难采，特别少，特别的难采，这个东西，白玉木耳，有没泡好的？拿过来给你看看。我泡了一点。拿过来给他们看看啊，稍微等一下啊，白玉木耳，这个它的就是，就是比黑木耳营养成分高得多。哥姐们稍等哈。这个是泡好的。这个是泡好的。炒肉吃的。哇塞，这炒肉吃，说实话，哥姐们，比黑木耳炒出来，首先它的卖相特别好，就是我这么跟你说，它价格其实也还好。就是你们如果有家里开饭店的，等于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品，你这个绝对可以在你们饭店里面作为一个爆品，绝对可以做一个爆，并且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，没有见过吧？对不对？你吃一个。这不熟怎么吃？这有我把我把我要死了，你也不开心呀？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阿米？打开看看，让阿米给大家打开看看。我们先看看今天有什么好东西。哥姐们看过了，等一下一样一样给大家来。但是大家都不要着急哈，一样一样来。错了，这。哦，包子粉，哇，这个货。嗯，你跑什么？我给大家看看，哥姐们，你看这包子粉，就是特别的细腻啊，都是纯天然的。你家的是什么？红灵芝，红灵芝。这个是天麻，哥姐们。天麻，冬天挖起来嘞。哦，冬天挖的。哦，是的。哦，冬天挖的。冬天挖的天麻是。这个我估计大家，我估计咱们直播间七八千人，我估计都没有认识这个的。我估计都七八千人都没有认识这个的，给你们就放在地上了啊。有认识的吗？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我估计一个认识的都没有，说实话，阿米。嗯。你相不相信？我有点相信。我的妈，全部都认识！哎呀，太打脸了！全部都认识，我的妈，这太打我脸了，是吧？你们居然都认识啊！肯定认识这个金线莲，对，这个是金线莲。大家有知道这个功效的，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这绝对是个好东西啊，这是个好东西，这绝对是。就但是就这么一点点，太少了。再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了。你们家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，我们经常卖的，不给我杀。这个。不给我杀。这个大家有知道的吗？打在公屏上面。不给我杀了。知道的打在公屏上面。那个是这个是啥？嗯，我看一下。这下面是什么？皂角米。还有哥姐们，我这么跟你说哈，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吃那个桃胶雪燕皂角米，是雪燕的三宝羹哈。我们卖的皂角米，你们自己看。皂角米这个东西，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在其他地方买。因为这个东西水太深，你买不好你吃坏身体，知道吧？我们那是纯天然的，很多人他泡糖水泡胶水吃了就不行了，对身体不好。这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什么？我看看，打开看一下，哥姐们。哥姐们稍微等一下，你们想要什么？现在把公屏打在公屏上面。恭喜。我的个妈呀。哇塞，这个很少见的。哥姐们有见过这个东西的吗？啊，这个东西是的。知道的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这个很难找的。
这个不是黄芪。黄芪跟红芪是不一样的，叔叔阿姨们。这个不是黄芪，它是红芪。你看，对，它是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外子外壳么？它这个外表，你看，这个是红棕色的。嗯。外表是红色的。黄芪的话，它是红芪，然后这个红芪，它是这个是红芪。对，这个对，黄芪是微苦，这个是嚼到嘴里它是微甜的。对，红芪，这个货特别少，就是正常来说，就是有你们能挖到二十根红芪。才能挖到一根，挖到二十根黄芪才能挖到一根红芪。哥姐们，你们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面，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上什么，什么多就给大家上什么，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咱们就收什么，反正他们这现在还早。你们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面。我一个的来吃嘛。别着急哈。我看他们小时候。师傅好像有点多哎，那师傅，哥姐们，要不给大家上西洋参也挺多的。嗯，那上啥呢？西洋参。要不这样吧，西洋参和师傅两个选一个。西洋参多，咱们就打西洋参；想要西洋参的，咱们就打西洋参；想要师傅的，就打师傅。西洋参在这里，我们的西洋参大家都知道哈。这个姐姐的西洋参不错，特别的好，我们的西洋参都是特别的好啊。我们就先上这两个，一个西洋参，一个石斛，你们选一个，哥姐们，一个是石斛，都要呵呵，别着急，咱们慢慢来哈。要西洋参的，咱们打西洋参；要石斛的，打石斛。哎呀，别上！别着急哈，别着急，是野的，全部都是野的哈。阿米啊，要我感觉是要不大家都想要石斛，要不给大家上石斛吧？可以啊。好，那先上石斛吧。石斛是谁的？这个哦，是你的。嗯。要不我拿个锉，就是那个筐，然后倒出来看一下。也可以，先拿个筐倒出来看看。就石斛哈，石斛号称是九大仙草之一，也可以说是每家必备的，家里有老人小孩都是必备的这个东西，对肝肾明目都特别的好。倒一点出来，拿给出来看一下。哥姐们，这个石斛你放在嘴里嚼特别的黏。对，胶质特别黏的，胶质特别的浓，如果你嚼起来没有胶质的就是假的啊，就是假的。这个师傅在挖几挖，挖几挖，在哪里采的？我家里不喜欢他给给他那个了，就是在山上那些悬崖峭壁就长在那里嘛。哦，然后一个哥姐们，你们知道挖几挖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面，你看有的粗，有的稍微细一点。有的长一点，有的稍微短一点，这是说明什么呢？因为大盆里面呢，它会统一采收，达不到采收标准，他们不会采。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嘛，可以把那四个字打在公屏上面：野什么什么参，石什么什么斛，打在公屏上面。而且上的也很干，你自个儿练个几个几个的。嗯，我练的是那什么，没练金草草，练的是练，肯定肯定是能下的野嘛。他是什么？他说就是从那个山下采下来过后，晒得很干。采很多，晒出来就只有这么一点了。我采很多，就是本来很重，然后晒干了过之后就很少了，是吧？是的。确实。不管大小，他们都会采下来，因为他不采的话，就被他们采掉了。你说的太搞笑了，确实，哥姐们，大家有吃过石斛吧？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好处。大家有知道它功效的，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面，我帮你上个墙，好不好？知道功效的打在公屏上面，问一下。娘娘的这个好多钱啊？七百有点有点贵了。不给真是啊，不少一点，啥吧？少一点，你看，你怎么动？我全部给你买完，这些都给你们收了。你说这八大问的，你们怎么说不了个？那干啥都不下，爸不给下，我七八个嘛。哦，他说就是听我们收山货，所以他才逼下来的，不然他拿到镇上去卖都是800-900块钱一斤。哦，你这还给我们便宜了，亮亮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东西拿到街上确实能卖800-900，这是事实，因为我经常在你们这边逛街，我也都知道的。你翻译给他听，他可能听不懂。他怎么铺个金铺公安？因为那边铺就我也铺家公安，这个嘛，把你把这个说他的很好。嗯，确实挺不错的。今天这颜色确实挺，但是亮亮，你听我说。那你干啥都包个了？我七八八下，我八
没老个，他上这弄一股啊，一毛一毛的时候都卖一千多呢。那个只把它热了，一毛一毛的，你听不了个么？这个哥姐们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是，哎，这个太贵了，太贵了。你跟人家少一点，少一点，把你这些全部给你收完。你的小香菇，还有这个黄芪，全部都给你收完。黄芪哇，这个红黄芪全部都给你收了。我跟你说价格，我来呀，傻吧，400，傻吧，400不行，700不行，真的。傻吧，没收，你俺们10块钱也这个走了，我那是怎么？你拉吧，我弄个500，就这样，拉吧，拉吧，拉个七八十的，拉个七八十。他说给他600。我们都是400收的呀。对，因为你这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我们一直都是400收的。前面确实有450收过，但是我们后来到那个山头上面400能收到，你说是哥姐们，我是怎么想的？我们。400，最开始是450，我们是卖98，后来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山头比较高嘛，就是400收过来过之后，你说我们现在价格已经降上来了，你说再涨上去不太合适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下次收的时候怎么去收呢？是的呀，娘娘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咱们在公屏上面打上一波400，400一斤，哥姐们。拉手车。他说给他加一点，但是加不了，加多加不 了哥姐们，咱们打一波400。哎呀，我可惜了，400一斤，太便宜了。娘娘，你看，公屏上面全部都是400，你看。我们收都是，我你们家收过400，没收了。因为，哎呀，哥姐们，你知道一斤有多少吗？一斤够你们，说实话，够你吃半年的。这东西，你喝茶叶，你一斤茶叶够你喝多久？还干5个了，还干5个，那拉吧，那个收的不？啊，这里是哪？等你拉菜吧，拉菜吧。嗯，他说不行，因为他平时拿到集市上面去卖都是700-800一斤，400太便宜了。亮亮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东西现在我知道东西确实很好。哎呀，老板，你怎么不行？你拉菜吧。但是我们都是400，我们不是老板，就我跟阿米我们两个，我们不是老板，就400给我们吧。等一下，你们家以后有什么山货，我们全部都给你，都给你收了。他说这个很难采，所以呢，700已经很好了。只能400，真的，我们只能400。只能400。哎呀，少了，那有点难为难，说实话，那超过400我们就不要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不行，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。对，不行，我们你这个太贵了，我们不好，我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看一下其他的吧，看一下其他的。哎呀，真的算了，那400吧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那就算了，400给我们。那可以。400，因为就400啊，就400。哥姐们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实际上他们是什么？是真不舍不得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背下来再背上去太远了。知道吧？就是说400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，真的是很低了。你称一下，直播间所有哥姐，我包你是山上采下来的，不是那种人工大棚里面的，真的搞定了，哥姐们，搞定了。哥姐们觉得合适的，咱们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，合适，太合适了，真的太合适了。买过我们石斛的都知道，特别的好。你真的是个老公的。因为我们大家也不要说我们亏农民了哈，我这么跟你说，他们采点我们400不收他的，我们到旁边也是能收得到的，知道吧？也是能收得到的，但是人家送过来，你再拼一点，不给他去皮了吧，要不我们自己亏一点嘛，不给他去皮。你说着，7斤整，我就不给你去皮了，娘娘。七斤就七斤嘛，不给你去皮，我要给你去皮，不去皮，回去的时候，做个车回去，不要舍不得啊，7斤。拐弯，帮阿明那屋的，我闯进去过，帮我那个手机给我拿来，小手机。哥姐们，你们算一下一共多少钱？7斤是吧？4×7=28，2800嘛，2800，过来，先把钱给他。先把钱给他。你每一米七，你才可以。销售就可以找着啊。阿米，我那个手机在那充电的嘞。充啊。在哪？你帮我找一下啊。我帮妈看看。等一会儿。是啥？哦，香菇。别急，娘娘不要着急，挖几挖。挖几挖。
有没有买过我们香菇的？嗯，买过我们香菇的可以来波评价。别着急哈。嗯，不应该不卡吧？不卡。嗯，有电了吧？好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来先把钱给他2800，一个一个算过了就把钱给人家，不要耽误人家钱。来点钱，正在点钱，正在点钱。哥姐们，咱们娘娘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好吧？嗯，称好一样东西，我们就把钱给你。那是什么？哪个点点的？这个点。他的2800，你点一下，点一下。你读一下吧。阿敏，那咱们还是一样。想要的咱们在公屏上面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想要的扣个一。我们还是一样，100克100克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嗯，100克100克的上，因为一斤的要。一斤的，说实话，都抢没了。对，都抢没了，就只有4单了。嗯，娘娘，看一下钱不假吧？点好啊。那咱们阿米就是，400一斤，1斤是500克，100克就是100克给大家上就是80块钱嘛，5×8=40嘛，对吧？就是80块钱，咱们再加上8块钱的运费、快递费，我们一单挣3块钱。啊，可以呢。跟以前一样嘛，啊，一单挣3块钱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就是加上运，我们以前是只能挣2块3毛钱，后来又谈了一家快递，就是价格，因为我们卖的越来越多了嘛，就是也有资格跟别人谈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卖给你们的价格还是那样，但是我们赚的又稍微多赚了一点。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。哦，都说小苗赚的太少了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们上一场直播一共卖了700单，后来800单有，因为有一些就是收到过之后，就是还没发货呢，他们有的个别就退了。就取消订单了，然后我们那天一共是卖了700多单，700多单，不到800单，然后我们就能赚到3000，就赚了2000多块钱了。我们那一天就赚了2000多块钱了，所以说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不要觉得我们在赚的少，我们一天赚2000多，你们知道有多牛逼了吗？就已经比很多人上班赚的都多了。知足常乐，我希望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、所有叔叔阿姨们，日久见人心，咱们时间长了，你们就以后，我希望你们能知道哦，小苗跟阿米是一个实在的人，以后你们需要这一类的东西了就来找我们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苗跟阿米实在，东西又好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大家觉得好的咱们打个好，好不好？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。那行吧，那阿米咱们直接就给大家上，好吧？上下一共7斤，5期35单，我们自己上次去收的还有20单左右，一共给大家上55单，东西都是一样的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一共只有55单，大家拼下手速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在公屏上面打上2个字上车，在公屏上面打上2个字上车，抢到了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哈，哥姐们。对，抢不到就没有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就只有55单，这个你们是要拼手速的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了。88块钱100克。嗯，是的，88块钱100克，100克的话够你们吃好几个月了。88块钱有一大把啊，叔叔阿姨们，一大把。然后你们每次就是这个食谱啊，你们可以拿回去炖鸡，炖鸡的时候放个3-4根嘛，三四根，它是可以给我们，就是对我们的小肝肝呀，还有对我们的小胃胃比较好，还有养肝脾什么什么。已经上了，哥姐们。已经上了，叔叔阿姨们。也可以拿来泡酒啊，也可以拿来泡酒，就是你们平时泡茶嘛，就煮水喝，食谱煮水喝是很好的。大家有知道食谱功效的，咱们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啊。它这个食谱对肝、肾、明目、眼睛都特别的好。什么肝明？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说怎么喝啊？没有。我这很多人都说没有，你们能不能看得到？能看到吗，叔叔阿姨们？买了2份，他们应该建议大家多拍2单哈，建议大家多拍2单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来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师傅有多干。对，算得很干。给你们听一下，你们听一下，哥姐们，干不干？哥姐们，干不干？哥姐们，
是不是特别的干？我跟你说，哥姐们，这个石斛最好的吃法是什么？你们买一个养生斛，煮水。对，用两三根，这样两三根，然后把它掰成一小段一小的，上的很干的啊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听。上的特别的干，所以你们没必要用剪刀去剪啊什么的，你们直接用手掰，这样掰成一小段就可以了。掰成一小段就可以了，不要用剪刀。然后把外面表皮这个肯定要去掉，因为你们在其他地方这个已经去掉过的。我怎么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可能都就是机器去的，这个都特别的直，特别漂亮，这是机器去的。因为他们农民伯伯从山上摘下来过之后，就简简单单的晒干，日晒晒干过之后就收起来了。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弯弯曲曲的根本就不直，是的，每个都长得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这说明我们是你们懂的啊，你们懂的。我跟我大姐一起去放羊的时候，那个小小峭壁然后摘来吃的。而且你们收到货了之后也可以像我这样直接干嚼，它胶质是很黏的，越嚼越黏，真的很好吃。是的，越嚼越黏，特别的好吃。蜂蜜吃。谢谢谢谢子们。还有最后十单。哇，这手速太快了吧！叔叔阿姨们啊，你们也可以拿回去炖鸡，就是炖鸡炖排骨的时候放点这个石斛啊，特别的香，而且营养价值也都特别的好，放个三四根就可以了。家里小孩，容易挑食，特别是大家，容易晚上睡不着觉的，就是失眠的，平时喝这个东西。对，因为这个对眼睛很好的，对。还有利尿，这个东西是利尿。特别好，就是多喝点。你我最好的喝法，我因为我骗大家，我小狗，我经常我最近喝的最多就是石斛和桑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单喝桑黄味道不好，我都会放一点石斛。这个石斛煮出来是清香的，对，非常好入口，非常好喝。我们是直接摘来吃的。还有我们就是炖那个排骨嘛，炖那个辣排骨的时候，我们会放点这个石斛，放个三四根。如果人多的话放个三四根吧，人少的话放两根就可以了。为啥300多单了？那个是不用，是我们前面卖的都会计算在内的。哥姐们，前面卖的都是计算在内的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每一次卖它都是在计算在内的。还有最后两单。哇，这抢的也太快了吧！还有最后两单，还有最后两单，哥姐们，会上火吗？这个不上火的。对，你们也可以啊，你们也可以拿到那个药店去找白大褂给你们打成粉，然后加点蜂蜜，然后用那个温水，搅拌搅拌喝吃，也特别好，很好吃，黏黏的。特别好吃，对对对，谢谢直播间的需要磨粉，我们这边暂时磨不了，等接下来我到时候跟阿米我们两个更厉害了，到时候看能不能给大家磨粉，好不好？现在确实还不行，好不好？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你看怎么吃，我再教你们一遍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就是你们平时就是喜欢喝绿茶的嘛，那个绿茶是喝多了它会伤胃的，但是这个石斛啊，你们用你看掰成这么一小段，然后放在那个养生壶里面煮个十几分钟，它是养胃的。还有最后一单了，抢完就没了哈。还有一单抢完就没有了啊，它是养肝然后迷什么什么木的。对我们的小肝比较好，你们泡完啊，你们用那个养生壶煮完，然后那个水喝完之后，不要把这个石斛扔了啊，直接拿起来嚼，然后直接吃了就行了。直接吃了就行了，对对对对，非常的好。你们也可以多拍几单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在外面买的真的买不到我们山里面这种石斛啊，你看这山里面每个都长得不一样，你们买的是那种人工种植的，特别的漂亮，它会把这个皮啊去的干干净净。而且也特别的直，每个都长得一样，那种是人工种植的，而且你吃了然后用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效果，没有我们山里面的大山里面的这种营养价值高哦。是的是的，非常好啊，哥姐们，这个绝对是好东西啊。一天吃多少？我觉得就是你们喜欢喝茶的，你们每天都煮这个石斛喝，它是每天喝，对对，我们的小肝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胃啊都。小孩可以吃，小孩可以啊。你们怎么说呢？不喜欢喝茶什么的话，你们一周吃个两次，一周的话这个石斛啊，你们炖鸡炖排骨一周用两次，然后一次放四五根，够你们吃好几个。月了，因为这个石斛啊，你们不需要放太多，叔叔阿姨们，这是干货，这个不是，哎呦，这个已经没了，哥姐们，已经没了。这个上的很干，这个抢完了，咱们没付款的，赶快去付一下款，不然的话，我可能要清一下库存了啊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娘娘的，它上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抢完了。
对，明天能发货。现在拍的为什么是88？您意思就是前面为什么你拍的是98是吧？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我就是再给大家澄清一下，说明一下哈。所有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、兄弟姐妹们，因为这个东西哈，它是有行情价的。比方说我们收的价格高一点，我们就卖高一点卖给你们，我们收的价格低一点就低一点卖给你们。上一次我们以前卖的确实都是98，后来现在为什么卖88了？因为我们收的价格低了。我想着我只需要我们赚阿米，我们能够赚我们该赚的那3块钱，是的，我们收的价格便宜了，我们就便宜给你。如果您心里不舒服哦，说小苗我上次买的98，这次怎么卖成88了，这样吧，哥姐们，你们添加一下右下角的企业微信，我退您10块钱。就前面拍98的，我退您10块钱，没事的，我自己亏。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找我们退，因为这是我们本来就赚的很少，一单只赚个几块钱，什么东西都有行情价的。也希望直播间所有哥姐们能够理解我们的难。但是如果你找到我了，我一定会给你退，我100%会给你退。大家能理解的，咱们打上两个字理解，好不好？贝母直接干搅就可以了，搅个两。对对对，特别是这个石斛啊，谢谢你们的理解。石斛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大家，咱们直播间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喝茶叶的，对不对？包括小苗个人都喜欢喝茶叶。这个石斛，我自从喝了石斛过之后，我就不再喝茶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喝茶叶伤胃，他喝这个养胃，对肝又好，对肾又好。大家有男同志很多有前什么列什么腺的问题的，你喝这个，你喝2个月，我不能说喝过了马上就好，那是瞎扯，知道吧？那只要说什么立竿见影的，那全部都是骗子。你记住，至少有2个月，你就能看到明显的看到效果。你大小小便或者啥的，你就能感到，绝对是好东西，绝对是好东西。大家这个为什么叫九大仙草？大家知道吗？中华九大仙草之一，就是说的就是这个，并且是九大仙草之首。没抢到是吧？大家一起添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咱们一起添加一下右下角的企业微信，好不好？左下角的企业微信，大家添加了企业微信以后，12岁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找小苗。12岁可以。这个有，还有石斛有多少人没抢到的？有没有没抢到这个石？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。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。对，你们没有抢。我们给你想想办法，今天肯定是没有了。扣个一，哥姐们。我的个妈，我在想阿米现在有几单没付款的，但是只有5单，我要想我要是给他踢了也不够大家抢。阿米，你问问他，问他我问娘娘他们还能不能找得到。你家还有没有了？他说他家的话就只有这么多了，但是他的邻居好像有他去就是他家的时候看到有。邻居家有是吧？邻居家有，但是他就是去干农活了嘛，所以没背下来。没背下来。那这样，娘娘，娘娘，你他家住在远不远？如果太远的话，没见个叔叔，我差不多那个叔叔睡，他说挺远的。挺远的，这样，娘娘，回头咱们留个联系方式，我明天到你们家去，但是你要带着我跟阿米去到你邻居家去搜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晚上回去了，你要跟他说400搜的啊，你别我们明天过去搜不到，就尴尬了，好吧？要不现在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你要不要打电话确定一下？阿米，应该没必要。他们这其实都差不多。你看他都卖了，他邻居怎么可能不卖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哥姐们？那行，还能收多少嘛？肯直接可以加，我知道很多呢。知道很少。他说没有他家的多，少一点点。我的妈，那也只有20-30单。20-30单，那他这是他邻居，然后他邻居的邻居有没有呢？有可能有，但是他不。那这样吧，各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咱们再给大家上个50单吧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再给大家上个50单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这次你们一定要拼好手速。直播间的所有哥姐们，这一次大家真的要拼好手速了。如果再抢不到，哥姐们，我今天我要是再上1单，我都是小狗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没抢到，羊肚鸡有吗？羊肚鸡刚刚那个叔叔的有，刚刚那叔叔的有。
好，对，你们要拼好手速，不然的话这次抢不到的话就我们就真的上不了了，因为这些娘娘还有那些叔叔他们的货还在等着我们去。已经上了，对，你看他们都在这等着呢，你看都在这等着呢。你看表妹为什么不好，等一会哈，等一会，已经上了，哥姐们大家一起去抢吧。对，平时就是你们啊总是觉得就是看手机还有看电视看电脑时间长了嘛，然后总是觉得这眼睛比较干。